这个木栅栏是要我们打掉的意思吗？是这么？哎，哈罗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渴望探球魔祖红石机关的好狗狗旺旺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进行我们的暮光巨龙。好的，那在上一集呢，我们就是穿过了这片暗黑森林，来到了这片燃烧森林，并且在燃烧森林里面发现了一个迷雾狼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可以来爬这一个我也不知道它算什么塔，火焰之塔吗？还是暮光之塔，还是幽灵之塔？总之呢，它是一个很酷炫的红石之塔，它只要点一下，它就啵啵啵啵，然后呢，它就会变得有一道门出来了，然后时间过去，它就会自己关掉，真是太酷炫了！这一集是我最期待的一集，我们今天要来爬塔了，那我们就带着我们的英马小朋友一起进去吧，那我们就屠戮吧，啵啵啵啵啵啵啵，啊，好痛，没有关系，敲一下头而已。好了，开始攻略我们这神奇可爱的塔塔吧。话说，我可不可以直接敲掉这个塔？来敲敲看哈。好像是可以敲掉的，但是敲它很费力耶。那等我们那个攻略完这座塔之后，自己来做它的红石机关吧。从这边我是可以开的吗？那这边我也可以开吗？哦，都可以开。那它们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啊？就是它有这个点点的，然后它有，它这个是开完就没有了哟。那如果我在这边再多放一个方块，它还会有东西吗？哦，没有东西了，所以这个是开了之后会回缩的门，这个是开了之后它就开了，然后方块就直接不见的门。哦，那我绝对不要做这个开了方块就直接不见的门，这个我超级不喜欢。好，好的，这边有什么？一只小蜈蚣，干掉你，很好的。那再把这附近擦亮亮一点。哦，这就是一个直接上去的机关。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酷炫的红石绚丽效果？中间这个感觉像是会有宝箱的啊，是吗？是有宝箱的吗？我挖看好了。不对，这边都是木头诶，那这样子这边稿子就没什么用了，我去拿个斧头哈，感觉下面就应该要有个挖掉了。所以这些红石机关是要用斧头来敲的啊。看来下面是不会有宝箱什么东西之类的，没有关系。那这个火打掉呢？它就只是单纯的火。OK， 好，那这边没什么特别的啊。好，那我想再把这边的门通通打开来看一下，因为汪汪手痒没有错，来这边就是要来体验一下他们的红石机关嘛，对不对？来，再去开那边那道门。开，好，没有东西，没关系，我再开。哦，好，这有一个龙的方块，真是吓死我了。好，看来这边是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先慢慢的走下去。英马先在这边等我们一下，如果等一下需要飞的地方，我们再回来接你哈。这边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栅栏？嗨，你好，蜈蚣小朋友，敲你脚脚哦。好，他现在看不到我的样子，所以这个木栅栏是要我们打掉的意思吗？是这么？你冲三回，你冲三回，你不要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看不懂哦。好的，汪汪刚刚稍微研究了一下，这玩意儿好像叫做重现方块，就是我们敲掉它之后，它过了一段时间，它会再跑回来，那我们就可以在它那个这段时间再经过它，这样子它就不会压到我们之类的吧，应该是这么一回事。所以我要用这种方式前进吗？哇，这个塔好累啊，你的设计怎么这么的有瑕疵啊？这样子一直前进很不舒服的呀。好好，让我过去，让我过去。你们这个超级不人性化的方块到底是拿来做什么用的？但是它到时候可能是可以做一些红石机关的吧。好啦，总之我们先我不爱 say about it too， 嘎咕啦 say 呢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又讲了一些奇怪的大家都听不懂的话，就总之就这样子的话可不可以把它卡住啊？不行，把它卡住。所以它就是一个非常意义不明的方块，还是说反重建啊？所以我现在点它一下的话，它就会它可以干嘛？我点它有用吗？我在上面放方块有用吗？不行。那我把它挖掉有用吗？用斧头挖。有了。它不会掉哈，那接下来我再敲它的话，它就会，
啊，他还是会回复，所以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？再研究一下，我很需要研究一下这机关，我想要了解它的用法，我想要了解它的特性。站在这之前呢，我们先把我们的鹰马小朋友叫上来。对，我已经摸索过这个机关了，你可以带我比较轻松的过来了。对，没有错，我还是很好奇那边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，像宝箱之类的。但是我们就先上去吧。好多好玩的这种，我在这边放机关的话，它会被回溯掉，它这边是有什么神奇的粒子屏障，让我不能在这边放东西吗？是不是？真是太酷炫了！那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也是反舰器呢，它有好多反舰器哦，好难懂，好不明所以，这是千身铁剑罩，我怎么被传送了？它这是什么样的机关？我现在是可以哦。它这有什么作用吗？我就是可以过去，是不是？这样是不是这样？它不见了，它不见了！好阴险，它好阴险。好，那我就这样。它是可以这样移动的，酷。那这个反舰器又到底做什么用的？它到底有什么功用？我不懂 ，I don't know。这是一个我完全不懂的红石世界。我现在就像一个红石金手，然后那边有只苦力怕，我用铁锤敲它一下。嘿呀，我敲到了，我不小心把墙壁敲破了，没有关系，好玩哦。我不小心把红石机关敲破了，疑似红石机关的东西。那我研究一下这机关哈。好的，各位，汪汪又稍微研究了一下这边刚刚我们看到的方块呀。首先是这个反舰器，没有错，它顾名思义就是要防止我们在这边进行建设用的，所以我现在只要把这边反舰器通通打掉，我就可以在这边放上一些方块了。它就是防止我们作弊用的一个机制，就是作者防止我们就这样一直堆叠上去，然后就直接打 boss 的一个方块。那这个千身铁剑刀器就是它会在我们面对的方向来制造我们的方块，就像这个样子，端端端端。然后我现在往右边看的话，它就会往右边弄；然后如果我现在往前看的话，它就会往前弄；往左边看的话就这样；然后往上看的话，它就会往上堆，就像这个样子啊。它伸展够了，那我们再等它弄一下哈。好，我们现在这样子，好。它往前，然后再往上看，然后最后就会看到有一根柱子在这边，像这个样子，看到没有？哎呦，它就是一个因为我们不能在这边堆叠方块嘛，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来通关。好的，那我们这边应该就是让我们打开的这个红石灯嘛，我们就来打开它，来建一条道路过去，来把我们的灯都打开来。好，像这个样子，我们就可以做出一条完整的道路，然后就可以走过去，我们就可以来开灯，耶，我们真棒啊！我们掉下去，我们真蠢。我们大概知道它的作用是怎样就好了，我们就跳过这边，对，小小来作弊一下，麻烦你了，鹰马小朋友。反建设器我们也挖掉好了，看一下哪边有反建设器，把这边通通挖掉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在这边任意的建筑了。但是我这样边飞边弄不对，我用斧头挖，我真蠢，这样子就可以把它这边通通的变得可以建设的东西了。那我们就先把这些反建设器通通给挖掉。话说我应该给它弄一个丝绸之处才对的呀，这样子我才可以把这些方块给收集起来，因为他们直接收集的话好像是对。好，那这样子反建设器都拆掉之后，我们应该是可以在这边堆叠东西了吗？应该是可以，但是下面好像还有，但是上面的话应该就是可以了。你看现在我们堆叠东西的话就比较不会被影响到了，像这个样子，对，没有错，它就不会就像刚刚那样啵的不见了。好，那我把下面的反建设器也去拆掉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高塔铁巨人，嗨，你好，你是友好生物吗？不对，他打了我一下，他不是友好生物，你去死吧。他掉下去了，我们看一下他会掉落什么东西哈。他会掉落铁跟塔木啊。好，还不错。对，下面的反建设器我们先想办法找出来，然后把它挖掉哈。好的，汪汪刚刚试图去找了一下我们那个
下方反建设器的位置，但是好像是在地板以下的地方，所以说实话不太好找，我们就放弃了。反正我们上方的反建设器拔掉，照理来说的话，我们上面是可以随意的堆叠这些方块的，只要把这些反建设器拔掉的话，好，把这些东西回收一下，直接骑着我们的鹰马小朋友一路飞上去 ，Go Go！ 好的，鹰马飞吧。对，我们已经了解这边的机关了，我们就不需要在这边花太多的时间了。观众的时间很宝贵，我们一直这样飞上去，然后记得把这边擦亮亮哟，没有错的。好的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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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好累个，好累个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应该就是我们的终点站了。哇哦，鹰马小朋友不要回来，好，我用飞上去的。一二三，我 jump， 好，再一二三，我再 jump， 好的，鹰马小朋友回来了。对不起，我以后再也不会按下 shift 键了，我会记得按下 x， 这样子你才会往下飞，而不是我直接从你啊，好痛哦，我的头。这边的话应该就是我们这个终点的位置了，我们就直接哦，是烈焰使者耶，我们就在那边停靠一下吧，鹰马小朋友。好的，哎呀呀呀呀呀呀。好，那我觉得今天研究这些红石机关搞得我头脑袋有点烧了，那不如我们今天就先这个样子吧。我们今天研究了好多好多暮光森林的红石机关，摔了好多次狗吃屎，那我们下一集就可以正式的来探索我们这一个暗黑之塔啦。感谢给我说看，订阅汪汪，大赞汪汪，捅爆铃铛，真是汪汪，觉得香香，记得分享，协助汪汪，逐渐不